最怕指甲剪的狗狗。博美犬是小型犬，人们经常喜欢把它抱在怀里宠爱。狗狗是有爪子的，如果长时间不给它修剪爪子，它尖利的指甲会划伤人，划伤沙发。总之要定期给博美犬修剪指甲。近日一段给博美犬修剪指甲的视频走红网络，不过这只狗狗十分害怕指甲剪，每次主人拿出指甲剪的时候，它都会找最近的洞钻进去躲起来，如果洞特别小，它就把自己的眼睛遮住，希望这样主人就看不到它，不会给它剪指甲了。